今年夏天环保署回收基管会所举办的循环再生回收基金二十年特展，达到相当大的回响与支持，也让大众看见以及了解到环保工作背后的努力以及历程。二十年来，台湾走过资收的这条路上，是由民众、企业、各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，才能达成今日这个成就。在全民的努力下，更将大步朝全回收、零废弃的下个二十年迈进。